真好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我就心转你呀！好险！叔，你顾技师，千万不可伤人性命啊！顾技师啊，我伫咧想，慧玲一定是逃走啊，咱就应该赶紧去追伊啊！我来啊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讲。南蛮主即马一定孤僻伫咧山中，即马四处乌乌暗暗，咱要去倒位找伊？不如咱。放火烧山，逼他出来！哎呀，这真是妙计啊！我就看伊会用逼去倒位。来人啊！放火烧山！顾老爷，这山中有无数的生灵呢。师父啊，你故土甲这样尔济，是要如何生事呢？也唔过好了，来人！来，放火烧山！是。奇怪，山中那香怎烧起来？这是洪乃春啊！哎呦，少年，哦，你身躯全是伤，倒来休困啦，莫袂叮当。是啦，少年的啊，你免惊啦，你好好啊休困，阮哦会照顾你啦。啊，是啦，是啦。这是啥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嗯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加西。慧玲啊！啊！啊！你身体才拄好尔，莫伤忝啦，即摆休困。不要紧啦，阿伯，你放心，我袂忝啦。老的啊，你看这个慧玲哦，甚至菩萨要赐予咱的囡仔。
咱哪有这种福气啦？老的啊，你应该去甲伊问啊，看伊是不是愿意予咱做囝。哈？我问哦。嘿啊。我唔敢啦。哎呦，你哪会这无路用啊？我来去甲伊问。慧玲哦。啊。慧玲啊，来来啉水啦。阿妹，多谢你。慧玲啊，我问你的吼，啊，你厝内底还阁有啥物人哈、啊？厝内起码干那剩阮阿娘。你有阿娘哦？是啊。人有阿娘啦，你唔爱乌白想啦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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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唔使阿娘。嫁过，因此嘛，过了甘好。慧玲哦，啊，之前哦，我咧甲你抹油的时阵，我有看你衫内面有一块布，迄敢若是出家人咧穿的袈裟了。啊，你哪有这种物件？阿伯因对我这么好。我袂用去连累因。阿伯，这样物件对我来讲是足重要的。啊，不过我即卖还阁袂用甲恁讲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。哦，无紧啊，无紧啊，无方便讲，咱就莫讲。好，歹势。别。老的啊，你莫搁念啊啦！你啊，规工安尼一直念，敢念袂成？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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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其实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无一定爱靠念佛啦。啊！你即马讲这是啥物意思哈？世人念阿弥陀佛，其实拢是想要往生西方。是啊。听讲西方迄个所在哦，足水的，遐只有快乐，无痛苦呢。阿伯、阿母，恁想看卖，咱东方的人做罪业，都念佛想要投生西方。啊那呢，因西方的人那是做罪业，因是有搁要投生去倒位呢？是。真正的佛国净土，其实就伫咱的心中。来，心怀邪。心万载世间。
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心。嗯。只要咱的心是清净的，不管咱身在何处，拢是佛国净土啊。佛不是向外去求，是爱向咱的心中去找啊。心了清净，清是小家，心了平定，清是弥陀，心了喜舍，清是世界，心了慈悲，这是观音。我刚才看到阿弥陀佛了呢，还有观世音菩萨，有大势至菩萨。真正看到阿弥陀佛了，我阁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嘿，有影吼，是真实的。三十年了啦，阮吼，阮的后生自三十年前摔落坎卡了哦，伊就安尼逐工念阿弥陀佛啦。就是希望讲，阮后生会当早一日去到西方的极乐世界。我嘛祈求阿弥陀佛慈悲，希望阮两个老的若是往生了后，会当到在西方，甲我的囝团圆。所以，我着一直念，一直求。我以为西方是离我真远，原来极乐世界就伫咱的心肝内啊！老的啊，慧玲啊，吃慧玲啊，阿姆，慧玲啊，慧玲啊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讲这的道理，让我知影，阿姆。应该是我会甲你说多谢才对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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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伯，阿母，请您原谅我，慧玲必须都要离开啊！我若是搁留在这，我一定会连累你。我必须。都要离开洪大川，走啊，老魏，慧玲离开啊。是菩萨的化身，伊是一个活
受伤。老的，慧玲是来度咱的啦。慧玲啊，多谢你哦，愿你一路平安。上放心，真的啊！你哦，每一遍下钱，不是去下着石头，就是去下着树啊！你哦，也是较适合用走的。哎，你莫看我无，顶摆迄只山顶是我。山顶是安怎？啊，无无无，无什么，无什么。哎呀，大雾落网啊！阿狗，进去看卖咧。叫到遐尼大声，唔是熊就是虎，冇可能是山猪。尊英，啊，咱的代志，你啥物时阵要甲你阿爹讲啊？我有讲过啊，你爱先抓到五百只山猪，请问一下，你即马抓到几只？我总共28只，我看你根本都无将这件代志放伫心内。你，我看吼，你根本就是故意要刁难我，你根本就无想要嫁予我。一点仔小事拢做袂到，我为虾米都爱嫁予你啊？你，抓住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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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去看喇叭，奈掠一个人来啊！陷阱内面的喇叭就是伊啊！好佳哉，陷阱内面无差得起，啊那无伊就去纪念罗王哦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奈走来遮？我是拄好经过遮尔尔。哎呦！伊的脚受伤啊！阿狗，紧找人去山脊疗伤。好好，行。Celia， 讲，你是什么人？无事先来组队阮家来，或者是讲你家己跳入去陷阱内？我这位哦，是阮山寨的寨主。寨主。我慧玲是神州的小妹，我是过流浪，是无处安。
小姑伊救我脱身呐！哦，看起这个少年人，敢若真高义。那呢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你四处流浪呢？时阵，伊阁要自从这个宝剑来留予我，结果呢，阮阿爹一个死，宝剑都予阮大兄来抽去。若讲到这，我都满腹火了。慧玲，那呢，你今后打算要去倒位呢？我今嘛，嘛唔知影，我是要去倒位。予伊留伫个咱的山脊。小兄弟，你跟我是同款的这个祖母，也你若无底气呢，就来留到我的身边。这，哎呀，也是海子。慧玲啊，啊你敢会晓写字？啊是，你敢会晓打啦？我袂晓。祭祖，咱山济兄弟。就爱咱甲饲养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即马袂晓，学着会啊啦。敢讲你一出世就会写字？你，慧玲，你放心，我拢会用个教你。慧玲哦，更加反背咱啦，偷偷放走咱的老母，应该将伊赶出山寨。慧玲，你安尼做实在太过分啦！世主，
慧玲老实跟你讲，其实我是一个佛门弟子啊。大家，慧玲是一个拜佛吃菜的人哦，以后恁就莫讲为难你吼。